哦，紧张哦，紧张哦，赶快哦！现在投票还没结束哈，还可以下哈，各位，赶快下一下，罐罐拿出来玩一下。哦，干嘛了，性格了？来，哎呦，哎呦，我看看啊，快速比赛啊，来线上比赛，哎呦，该当然是投机客了，是不是？不是这个线上比赛、啊，这个是打 rank 的。哎，快速比赛吧，是吗？邀请好友，哎，有了。哦，哦，哦，哦。来了，皮弟，按一下接受邀请看看。哎、欸，我操！哎呦，进来了是吧？我是不是、哎、可以了、欸？可以了。那你要不要先开房？因为你不是要调设定吗？打让你开。好啊，好吧。好啊，好啊。OK， 那我先看一下，我把一些设定调一下参数好了。功能，因为我才刚习惯那个 PS 版本的，我现在切 PS 5我怕被你屌虐。我们疲劳关掉就好了吧？伤病疲劳关掉就好了。没有啊，你就照比赛设定调、啊。对对对啊，这样就好了。然后难度嘞？难度要调吧？难度新秀啊？哈？新秀？对啊。全明星啊全新秀啦新秀那么弱我刚才打电脑新秀被我碎假的、欸、新秀啦没有谁跟你新秀啦新秀啦名人堂了啦让你投都投不进啦你确定你要认真吗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就照比赛规则设定啦你照比赛规则调你不要乱调啊 OK OK 没事没事我先看一下他这个画面应该可以调一下好咯全能之战哦，哦，好啊，干嘛？我来邀请你，好 ，OK 吗？我邀你哦。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先进去游戏里面调整一下， okay, 因为我怕会那个不太习惯它的按钮。好，观众说你很认真练习啊？没有啦，我很弱啊。他说你很认真。然后我的练习方式是去走生涯模式啊，负重训练啊。真的假的？对，生涯模式练得到吗？我们就看是你的有系统的练法呢，还是我这种土法炼钢厉害呢？好不好？不要开玩笑哦，我跟你讲，我这个真的有点猛的哦。哎、欸，我跟你讲，输如果输的人啊，输的人的话，那个、哦、要背一年的那个骂名哦。什么背一年的骂名？去年是我赢哦，今年哦，看来我可能会连胜哦。想太多。等我一下，我先弄一下手把。等我一下啊。来了。我先打，重新弄一下。我刚刚还去选衣服啊。你还有余力？你还有余力选衣服？我刚才准备要去参加那个要穿到底要穿街头风还是西装，然后去选秀、欸、穿西装选秀是不是？我先看一下，好，因为我怕我手把没电。好，应该可以，应该可以。好了，那我邀你哦。好，来邀我。那我再调一下动态模。干嘛？没关系，我们这么有自信心、啊，我们是看整体胜利嘛。什么整体胜利？我输了没有关系哦，明天交给 Nico。什么东西？输了没有关系，可以交给贝克。啊、哦，我就是这么乐观。没有，我跟你讲，你不要小看沙根很强哎、欸。啊，对吧、啊？没事没事。哎、欸，我这边可以了。那、啊、你大家先邀我吧。好不好？我邀你啦！好，你邀我了吗？好，等我一下。欸、我现在邀了。好，我没看到通知吗？嗯，没有啊。关
欸，有吧？啊，我直接按那个邀请对方加入游戏、哦、channel， 与朋友同乐吗？有吗？没有，没看到、欸，没看到，你确认一下。嗯，你确认一下，等我一下。棋子插到快没地方可以插了，这是什么利器啊？没有 ，OK 的，我可以的，好不好？那你邀我也可以啊。老大嘞 ，Hello， 哦，我看一下哈，这个，嘿，走，嘿，嘿，你说在哪边按？哎、欸，我邀你，然后你按那个 PS 键可以那个啊？对啊，然后在 Game Base 什么？哎。我没看到啊，语音邀请对方加入游戏，通知有吗？还是我教错人了？对啊，这是你的 ID 没错吧？确定吗 ？OP Channel 啊，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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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嗯，可参加啊、哦？是这个吗？加入群组？对啊，是这个吗？对啊。哦，你刚才这样加进来的啊？有了，有了，有了，啊，都调好了。可以啊，没问题啊。好，来来来，那、啊、你进来了吗？我进来了，我进来了。好，那就那个喽。所以你说、啊、你要公路是不是？我就是公路啊。你不是要太阳吗？公路，公路这一次总冠军4-2大分。我压力好大哦。有什么好大的？不会啦。好啦，那所以来赌盘都开好了。赌盘开好了，我赌盘开好了。我这边赌盘赔率是那个啦，几比几？我是1-2.26了啊、欸，你那边是1-1.179啊？走，我们差不多啊，我这边也差不多啦。真的假的？对啊。哦。然后观众说你膨胀、啊，所以我们要不要先稍微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对决？我们今天对决是总共呢会有3天的对决哈，然后我是这个我们全能接力啊，我们的赛制。红队当中首发先发选手 ，PD 是蓝队的先发选手。然后我再讲一次，就是说我们这边队员呢，有3位嘛，我是第一位，我先发。然后明天的话是 The Answer 啊，然后后天 Sagan 啊 ，PD 那边呢，你的队员是谁？我是我们第二天是这个 Ligo 啊，然后跟第三天是贝克。对、哦，所以第二天好像高手对决，第三天就是。老高手对决，两个老人的对决，好好、哦、所以呢，我跟你讲、哦，我们这个比赛啊，比完的话呢，会获得到什么东西？会获得到这个非常非常酷的一个奖品啊！我们刚才前面有秀给大家看、那個、啊，就是我们那个 Finger 的 T 恤还有草帽啦。哦、啊，冠军是这两个。如果说呢，亚军的话就只有草帽，啊、只有草帽而已。我刚才讲了嘛。我一定会两个都拿到，所以你就没有上衣可以穿，你明天就要裸奔。没关系，没关系，换你插旗了，没关系、欸。你就裸奔。天台旗子已经插到没地方可以插了啦。我明年我跟你讲，今年对不对？我一定会赢。为什么？因为去年我输了之后，我真的有好好练习，我还跑去公园打了这个不少场次。但是正规5-5我是打比较少，但是我今天稍微练了一下，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我现在手感大概有、欸、大概有回复70%，应该有了。你是不是不知道？哎，我们22那个机制都不一样喽，是不太一样。我刚才就是有点不太习惯，所以我刚才中途被电脑打爆一次，啊、但是我后来就进攻都up 了，不一样了。up 是不是？对吧、啊？这个我觉得电脑真的黏比较紧啊。像我刚才有几个想要从那个挡拆嘛，然后突破进去的时候，我发现电脑真的是你一路跟超紧，而且它还会，比如说你进的禁区嘛。然后我字母哥直接被2夹3夹，哇靠，完全动弹不得。但是你们队伍啊，我看啊，目前这个蛮高几率，等一下我进去都是保罗万，就是那个 Booker 在守啦。你们的矮子乐，我一个字母哥那个身高这么高，没事，我跟你讲，大家跳起来，我脚一伸，
对不对？我有三只脚，你知道吗？没有，我跟你讲，你要分不出我是哪只脚。不要讲那么多，直接开始，我听不下去了。你先讲一下今天赛制怎么样吧，还是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赛制？今天赛制就是我们那个疲劳跟伤停都关掉了，所以没有疲劳，可以一直跑。然后我们一节打六分钟，打六分钟哦，打好打满，一节打六分钟。然后难度是新手，好 ，OK， 就这样。然后其他规则没有变，都照旧。好。好啊，所以有要这个工作人员有要介绍什么吗？还是说我们就等他直接开始？我这边简单说一下。好的。那这次的话，我们是以私人配对的方式来做这次的比赛。那就像刚刚介绍的两位介绍的一样，就是每节时间六分钟，那难度的话是新手，那疲劳跟伤病都是关掉。那我们这边的对战组合就是。由皮弟这边用太阳对战老皮的公路，那我们这队胜利的那一方的话，会获得一分的积分。对，那就两位加油，好，加油加油。我可以私心问一下吗？你觉得谁会赢？我私心吗？对啊，我刚刚压皮弟。真的假的？对不起啦，我今天我雷啦，我装错游戏啦，好不好？我真的雷，对不起，害你加班了。来就绪啦。好，好 ，OK。那我们那个难度跟时间再确认一下。好，你确认你弄好了吗？你确定弄好了吗？对，没错。好，我们那个 option 可以确定一下，我看一下就好了，谢谢。按哪一个？应该是按圈圈先出去，然后。我们看一下啊，那你先出去调哈，先出去调圈圈，对，就是我只要看到大厅那边邀请的，确认一下难度就 OK 了 ，OK， 跟时间就 OK。大厅邀请哦，对，应该是老皮这边要按一下圈圈先，不是，是皮弟开的房哦，哦，我开的，对，那这边的话就是皮弟，我们先去大厅、哦，就回到游戏里面就好，然后把 R3 不用整个退出去。不用整个都出去、然后就是 R3 回到，就是我们有 Good Man 那边就好了。哦、R3 直接往左推就 OK。哦，这边可以直接看了、啊。哦，这样子吗？是在游戏主画面里面。哦，对，不用再。有吗 ？R3 我有推，但是没有哎、欸。好，那我们先按前进，应该就 OK 了。OK， 这样的话就是跟我们一般设定是一样的。按开始嘛，对。对，就去开始就 OK 了。来，你完蛋了！哎，为什么变电脑？有吗？我没有，快看、哦，没有啦，应该是正常，应该是正常。行，我准备好了啊！我的战术都，我刚才跟观众讨论好战术，进攻有战术。观众是叫我把那个字母哥腿打断，我当然会叫他伸腿啊，你自己小心。我觉得非常得用啊！来。哎呀，内麦好像要关掉哎、欸。哦，内麦要先关掉。哎喂，对，我要怎么关掉？有了，这样应该有了。好、啊，那你有听到我的吗？喂，没有啊。没有。他跳球哎、欸。我的啦，舒服啦。字母哥嘛，字母哥嘛。进，碎啦。Lopez， 我已经演练过 Lopez 了啦，守住你这两支就对了。你的保罗这支比较难缠一点。Three， 出去。哎，可是刚才是我摸到，没事啊。太激动了。哎，不是六分钟吗？为什么剩？哎，对啊，对啊，你是不是没调到？你确认一下。比赛速。对啊，应该是六分钟才对吧？剩下还有机会哦，赶快调。不然他开始就那个，那怎么没看啊？因为我刚才看你比赛是刚才是只剩下四分二十几秒、欸，所以我们刚才打了四十秒嘛、欸，那表示说你不是六分钟开始啊？我看一下哦、喔，比赛、啊欸，比赛设定吧。对对对，你确认一下。哎、欸，我们开始比赛之后时间是不能调的哦，不能调真的吗？对，那我们没关系，我们就按照这样下去比就好了。啊，真的假的？好，没关系。那皮蒂等着被虐了。Outside pull。持球啊，三十秒啦！哎呦，哇，这个球哇有点漂亮，可是你 miss 漏包，是汉堡喽。This is exactly who you want taking that shot. He just missed it.
Pass to Lopez. 不行啊 ，Lopez 不能投。哎，我要吃你，好吃。不行啊！你是不是被吃了？守好，守好。Defend，Defend。没有啦，哇，你这样子故意引人家犯规哦。你怎么不用字母哥重新来呢？震死你！乌格拉嘎，乌格拉嘎！是你主场不行啊，我太劣势了啦！我跟你讲，我字母哥不会去守那一次，因为我如果守进去，我大概是制造犯规，我大概没得打。我的主力就是字母哥啊！完了完了，我刚刚应该多练习的。打生涯嘛，有了，吃。BD 太轻松了吧？你有没有用力在打？没有啦，你那三分球跟电脑差太多了。完了。怎么会我喊暂停？等一下，教练你喊，教练你干嘛乱喊暂停？教练。教练你在干嘛？教练是不是错？等一下，我禁区持球，你喊暂停！我的妈呀，教练在搞是不是？够了，我今天妥了，我今天妥了。教练搞我，教练是不是收你的钱？教练打假球啊！你这个搞我们球员一心想赢球，教练那边想要让我输球哦。教练干得好，教练不要闹啊！我刚才禁区了。还想进啊 ？BD 零比九啊！啊，有漂亮，这球漂亮。不是，刚才教练搞我啊，不然我那球也是进的、啊。没有人啊！没有人啊！我发现还是有体力啊！有没有看？我体力是有在扣的。对，没关系啦，照这样打、啊。对。哇！你要把我 low pay 搞下去，是吧？他等下脸臭臭，你看到没有？脸臭臭了啦！正啦！花了就不能被你影响。正啊！聊天室手举起来！哇，有点准。这是有赌盘的。Some people don't give Chris Paul enough credit for his outstanding shooting. He can knock it down. You can't give him any room. Here's Antetokounmpo. 完了完了，不行不行。没有，我先稳手，先稳手，先稳手。他现在禁区，他想进来很难啊。Right side Booker. Bridges outside. Over Middleton. 哇，漂亮，这球真的漂亮。有点厉害啊！有料呢。呜呼！你怎么那么傻？没事，你的空档很多，皮弟。盖火锅！多少饿、好想吃火锅。一定吃火锅、哦！哎呦，硬吃我！没关系，我们还差五分啊、哦！我跟你讲，我的策略是什么，你知道吗？ To find his 就是让电脑守你这儿，不会笨笨的。哇！这个球掉的不应该！哇！追回来了！我就问你漂不漂亮？漂亮漂亮，是真的漂亮。完了，我87，21号，我记错人了。是21号没错啊，位置错了吧？
for three. Paul shot is off. 可恶，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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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有点飘了。He's determined to stay after it. 9 seconds separating the shot clock and game clock. 可以，差五分，差五分，拉开，拉开。Money from 12 feet away. 膨胀，膨胀了，膨胀。防守，防守，哎呦，哇，那怎么守？好会呀！ I think this is Paul at his best. 真的难搞。One of the nastiest pull-up jumpers in the game. Middleton outside. Let's go with a three. Yes. 哎呦，该练过的啦。我刚才练过的啦，火锅 ，nice， 哇、哦，第一局18-12哦，我看这个比赛要加油哈，差六分我也不能够松懈哦，哎，我觉得这一场打得很紧张哎，你会觉得打得很紧张？我现在在操控赌盘。来来来，不用换人，不用换人了。好，不用换人没关系啊。三分有练啊，刚才我那个，刚才那个战术，我们就是跟聊天室一讨论出来的，对不对？有料的战术呢。哎，哇，你怎么这样轻易进来啊？Lays it up and off the pretty assist. 保持体力，保持体力。Sensational there when you pass the ball like that. Good things happen. A moment to hear from Allie LaForce. Thanks, BA. Chris Middleton, a multiple All-Star. Yet, 哎呀，刚才真的不应该再传回来了。Coach Bud said, with how steady and subtle his game is, both defensively and offensively, he's a heck of a player that. Oh, boo!不要犯，不要犯！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不行，不行，不行！稳住，稳住，稳住，稳住！有了，有了，这可以，这可以！哇，你打手啊？没有，你碰到球了。没事，没事。给我。Early on, I didn't need it as much in terms of how I played. But at the end of my career, in more of a complimentary role, I had to be able to knock down three pointers. And I did a pretty good job. Got it. 开玩笑 ，Holiday 吃一个。Pressure. He's always composed and under control. Here's Shamit. 哎，不是啊，你没有这样天天投那个的啦。大号三分球很正常。Here's Allen. 啊，完了！不可能！没事，没事。It's Shamit on the wing. Back to Payne. No one near him. 你自己失投啊！你自己失投的啊！先生，大空档哎！有了！哎 ，Middleton, no good. Probably should have scored there. He usually does. Pass to Payne.漂亮！灌篮高手，哎，单手灌篮啊！差四分哦，紧张吗？哎呦！哇，你还给我后撤步，这么嚣张的、啊？好安，好安，好安！Before they can set up the defense.有了，哎哎哎哎，那推人是不是？好，六分哦，六分哦，命中率73-44哦，有人命中率不太行哈、哦，篮板，漂亮，稳打稳打，我都没派字母哥上场哎、欸，不行，没空档，冷静冷静，冷静。To the inside. 有了！哎哎哎，大空档给我，你给我空投，到底？超杰。Outside Johnson. Defense. Defense. On the wing, Crowder. 没有啦，急了哈。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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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了。哇，传太慢了。传太慢了，
刚才其实传进去应该是有机会的。哦。Payne's gotten himself going with a triple, his first basket of the game. 完了完了，弟弟，你的练习怎么好像没什么效果？可以啦，没问题啦。嗯，怎么好像没什么效果啊，弟弟？可以哈，还叫暂停哈，来。没有，暂停都是你在叫的。我没哦，对哦，那是我，那是我教练乱叫啊。Leading by five. Back to Holiday. 哎呦，差一点，差一点。Minute 32 left in the second quarter. To the middle. 哎。Stolen by Bridges. 没传好。And now the Suns fast break. 火锅。With the block.不要抢，不要抢！不是吧，大哥？你谁犯规？哇，字母哥！没事没事，新人犯规第一次啊，还早还早。什么意思啊？新人犯规啊，太近了嘛，想跟你近距离输体验嘛？我觉得我不能再打三分了。They look frustrated right now. Nothing seems to be falling, and it's starting to get to them. Inside. Ooh, 背灌 怎么办，皮弟？你怎么守不住的感觉？字母哥跟你说嗨。In transition, here come the Bucks. Fires for three. 有了。啊，差一点。Holiday， 刚才我有练你三分呢。Pass to Paul. Back to Bridges. 你想要硬打。And here's Ayton. Just three to shoot. From deep three. 没有啦，那个三分也太大号了吧。The struggle is real. He hasn't found much success with his offense today. And Giannis, 哦，完了，我带球撞人。没事，我现在还领先了，守住就好了。我刚才有空档有传，但是我就很怕，因为他刚好他那一只控球后卫在那边，我怕我传的被他超解，他超解太会超了，保罗的那个超解的能力真的有点强，我刚才传了好几次都被他拦走。哎呦，现在看一下 PD 命中率35%，我的命中率63%，我13个篮板，6助攻，2超解，2火锅。不会啦，现在还第三节齁，不要放弃希望啊。来，因为我已经对你的队伍有研究过对策，你知道吗？是那个电脑要跟好啊。Paul so good with the ball, carves his way inside with such ease and precision.That's what's so marvelous about it. Crowder with it. DiVincenzo picks him up. Back to Bridges. 还想硬来哦。Pass to Ayton. Count it. 哇，危险了，危险了。A great move. I mean, the defense has no response.Yeah, if that's a harbinger of things to come, he's looking at having a very big second half. And it's out of the Kupo, off the drive. To the paint. Lopez with it. Five on the clock. The Bucks need to get up a shot here. Out of the Kupo. 压秒投球。
你以为？等你空档。哎呦！哇，不行了，疏忽。Yeah, their defense is starting to wear down. That's three straight buckets at the rim. 还行哦。我跟你讲，我哈勒德也不是盖的，你真的不要小看他、啊，禁区不放人。哈勒德就秀给你看、啊，危险哦。Pass to Lopez. Here's Antetokounmpo. 吃，你看到没有？我脚伸出来了没有？你看到我脚伸出来了吗？我脚一伸出来啊，你自己小心哦。字母哥的脚很可怕的、啊，第三只脚啊。我过。还行。And a huge sigh of relief for Bucks fans last year. Giannis signing a monster contract extension. He'll continue to be the franchise for years to come. Two. Nice move. 哎呦，差九分了哦，米蒂。This aggressive on offense. 空档。哇，怎么会这样让你 ？Let's check in with our reporter, Ali LaForce. This Bucks team is arguably the most 压力山大哈、哦，压力山大哈、哦。我就喜欢看你压力山大。Giannis said, "Quote, we're getting better, trying new things." 老板，你要换人是不是？我研究一下嘛。好，给你研究啦。我看一下，没有，我想说我按那个战术。Thank you. Substitution for the Suns.你输什么？我想组织跟防守啊，但是有人是在打人啊，不是打球啊。他们不讲五德啊，我讲六德啦。哦，舒服。干嘛？我一个球你就跟不到我啦。He did just that, bringing home the NBA championship. What a reward for the fans in the city of Milwaukee, and just tremendous character from Giannis. 三个人跳。哎呦，有了篮板。And they're doing strong work on the glass, a plus five advantage for them. And guys, you know, rebounding is a huge part, a huge component. 哎呦，皮蒂差十一分了呢，怎么办？谢谢。Portis with the steal. It's a three on three fast break. Allen on the wing. 不是，我刚才阿雷又没有成功 ，sorry。哎，打手！你不要手那么紧张好吗？啊，你可以放轻松一点，不要一直想要亲人啊。Now Allen， 哎，对不起，你看我，没有，我团队还三犯哦。我撞你三次而已，你干嘛那么紧张？你打人还打球啊？走走。Here's Shamet. Boy, he's been patient so far. Nothing yet on the scoreboard. 哎呦，这样给And given how big Kaminsky is, it's tough to knock him off balance. I mean, he does a really good job of maintaining his focus.Back to Hill. Pass to Middleton. Ooh, good finish at the rack off the slick feed. Middleton's got nine. I tell you what, it reminds me of one of my college coaches. He used to say, 这个什么东西全部人挤在一起，太紧张了啊！是不是有人很紧张？现在我被分数。想到前面玩太屌了，哇！你要被我吃爆了、哦，我不会放水的，我跟你讲。我们打积分就是要拼，就是要拼比赛的、啊。我们团队示范了、啊。
我刚想说，我真的刚才制定战术要打你，就打你这个队伍。我刚才跟观众一起研究，我们研究了两个多小时。球啊！哦，完了完了完了 ！Johnson， that one goes. Johnson's got his first bucket in this one. 大号三分。Drive your coach crazy, failing to box out. Those are free points you're giving away. You gotta work harder on the glass. 42. And so it's Milwaukee. 赶紧想一想，赶紧想一想怎么打。想想 ，PD， 想想，想想，想想。我现在笑得比他开心啊！观众说我进步神速啊！来哦，字母哥来了，自己注意哦。Lopez the screen.Antetokounmpo with it. Now guarded by Ayton. 我真的不该信观众，什么时候跟我讲说 Lopez 可以投三分，投都投不进，投都投不进，投什么三分球？不要不要骗了，他投，他会啊！你那个要练啦，又不是说直接投就直接投了。Outside Hill.Antetokounmpo outside. Back to Lopez. 再给你一次机会。Off the mark there with a three. You know how good a shooter he is. It's frustrating. 我不给他机会了，我觉得我还是乖乖给字母哥打好了。不要吃我，不要吃我，不要吃我。你够高，不要吃我。Down low. Shot clock at six. 不要吃。And he drops in the layup off the glass.没有，我觉得我还是照我刚才计划的，我们还是禁区字母哥，然后禁区给他球。因为我觉得打那个三分 ，Lopez 那个数据就不太行了，我还给他，哎，你犯规哦。传。Kumpo outside. Pass to Lopez. Kicks it out to Antetokounmpo. Clock at six. DiVincenzo on the wing. Top of the key. Ball in by Paul. 哇，没时间。完了，九分，九分，九分。哎，等一下，你刚才不上了，你刚才直接上不就进了吗？ And the Suns get it back. 还是你觉得不够帅？ Out of bounds. Milwaukee will have it. 啊，平弟，你是觉得不够帅是不是？什么东西？分差，分差啊！还有三分钟啊，不要怕啊！Back to Antetokounmpo, up and over Crowder. Milwaukee, no good that time either. Left side Johnson. 哎，守要守要守要守。哦呦！ Rebounded by the Bucks. Outside Holiday. Antetokounmpo with it, and it's Paul. 矮子乐吃。And the basket is good. Antetokounmpo's got 19 points. They've been going to him an awful lot. 又想要灌是不是？ See why he's pouring it on. 守好守好，动不了了，动不了了。Outside Booker.不会，我中锋在这边。我漂亮，这个漂亮，可是没投好。教练不喜欢他。紧张啊。Pass to Middleton. Outside Holiday. Six to shoot. With the crossover. Here's Antetokounmpo. No luck on that one. 不是，你们两个在闹几点呢？哈雷德，还有字母哥在闹哎。好漂亮！哇塞哦，他怎么会变这样？
I mean, he gives you size out of the backcourt and can finish with either hand. 有了 ，Here's Lopez. And it's Lopez with the jam. Really nice job moving the ball around that time, picking apart that defense. 反正守住他的 Booker 就好了。Out to Bridges. 靠腰，才刚讲完。我觉得我不用守你三诶，反正你也投不进。DiVincenzo with it. Now guarded by Crowder. 我要吃矮子了。116 left in the fourth. 吃矮子。Lopez. The 15-footer is good. And the Bucks. 完了，这场 Lopez 表现比字母哥好，怎么回事？漂亮。Well, with a out of range, you can put a bow on this one.没有，皮蒂他三分的位置，我觉得应该他没有找到他的乐趣吧。他应该没有找到那支的乐趣。还有一分钟啊，现在差15分，有点难追啊。可是你投五颗三分球，你就会进了，你就可以追平。He played big all night, relentless on the glass, just helping his team in the possession battle.赶快想想办法，皮弟，快想想办法。大家可以天台排队啊！想不到我进步那么多吧？ One minute left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this one. 有没有想到我进步那么多？ Pass to Bridges. 哎呦，贴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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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靠！被夹，哇，这挡拆漂亮。可是你不要硬投啦，因为你那个位置，你又不知道他乐趣在哪里。九号。好没有。我守得很严哦。Now 8 seconds separating the two clocks. And there's the drive. 哦，这样也进。And it's in there.I like the play call. Very solid, making perfect use of the pick to get a great look. 哇！你超级仔啊！哇，有点厉害耶！这就是火势立场。Now they're playing with urgency. Woohoo! Could have done it much earlier before the game was out of reach. With the teardrop.So this one belongs to the Bucks. 火场，哎，火势场力。Clearly in the driver's seat down the stretch. 我们看一下中场成绩啊，39-50。有什么想对哥哥说的？恭喜啦，恭喜恭喜恭喜！那你有什么想对你的队友说的？恭喜！什么跟你队友讲恭喜？恭喜恭喜！哎，你看我字母哥，我字母哥得分21分哎，7篮板2助攻1超截1主攻1失误，14投10进哎，烂透！我跟你讲，如果我打2分2分战术的话，我不一定会输你。怎么说？我不一定会输你啊！打2分战术就稳打就好了。我就是想要三分球把你砍爆。你三分球投太多，你自己看一下那个投篮表。你看那个投篮图表，17投1中，那个跟大便一样、哦。我跟你讲，我几投？1、2、3、4、5、6、7、8，才9投而已哦。我跟你讲，我其中有4投都是随便乱投的，因为有一投是那个中场最后面剩那个0.几秒的时候，对不对？然后你知道扣掉那几投，我其实讲实在，我三分命中率算很高了。哇，恭喜啦！恭喜，对不对？没关系啦，恭喜啦！我说实在的。没关系，你今天反正你第一棒输了嘛，你就祈祷你的队友后面几棒会赢嘛，是不是？我看一下你的，三打三上诉一下，三打三，你说三个人这样组是不是？没有啊，我说没有啊，三打三啊，怎样三打三？我三打三，要不然一对一斗牛啊？我不要，我打团队的、啊。好啦，恭喜你啦。没有关系啦，好啦，那我抽奖了啦，我不理你。抽奖啦，好啦，那我们这边抽奖啦。OK， 那我们那个 box 还有什么要那个吗？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进抽奖环节。还是我要截什么图给你？
欸，我们这边都 OK OK 嘛，就是到，哦，再麻烦你们抽个 Steel Box。好 ，Steel Box。对对对。那我也这边也提醒一下，就是，嘿，那个手宝铜滚包里面的代码，我们啊，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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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好，那谢谢。好的，好，好，谢谢，好，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谢谢，好，谢谢。好，那我这边先挂喽。OK， 拜拜。嗯，拜拜。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进到抽奖环节了，各位啊，我们要抽什么东西呢？啊，赢了，赢了，心情好，就是抽我们刚才那个 Steelbook 啊。什么叫 Steelbook 呢？就是这个啊，然后我们就是会抽出这个非常非常酷的啦，哈，像刚才大家就有提到的啊，我们的天沟大地啦，哦，啊，这个几个里面都是这个非常非常厉害而且又且知名的人物啦，哈，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喜欢 NBA 的话呢，也这个收藏起来，我是觉得也是还蛮舒服的，哦，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来抽出，哦，我们现在就来抽出了哈，哦。OK， 我们的假霸雄鹰还是 Nowitzki 还是 KD 啊，不管是你喜欢哪一个，抽到就是爽。那我们这边的话，总共会抽出，我看一下哈，抽出两位。好，我们今天来抽出两位，然后我们这边有个通关密语，希望大家可以帮我输入一下。好，我们的通关密语啦。那之后加码的部分我再自己额外到时候再抽给大家，好不好？但今天可能比较晚了，所以我就今天先不抽了。那我们下次我看有什么东西可以用的话，我再加码给大家抽。OK， 好了，那我们的 Steelbooker， 来来来，这边的话呢，我们等一下，我先讲哦，这个抽到之后。因为这一次抽奖活动的关系啦，哈，会由这个我们这边啊，这个公司那边去做寄送，哦，所以厂商那边做寄送的话呢，就是抽奖中奖的话，仅限台湾可以送，哦，如果是说其他地方的话，那可能就没办法了，抱歉了，好不好？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抽在台湾的观众朋友这边可以直接获得到我们的。啊 ，Steelbook， 那我们这边通关密语的话就是 NBA 2K22， 任由啊，任意的任，游游戏的游哦，游玩的游，在啊，我 OK，NBA 2K22， 任由在我 OK 吧，那我们抽出两位啊，然后想要的观众朋友呢，就赶快打出我们的通关密语，然后明天应该说今天啦，9月11号晚上10点。接下来是我们红队的 Answer 对上，哦，我们蓝队的应该是 Zico 吧，哦 ，Zico， 哦，那就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那边应该会有奖品，哦，也会来抽，所以大家如果喜欢 NBA 的观众朋友，也不妨可以去他们的频道看一下。然后在第三天的对决的话呢，是 Sagan 红队 Sagan 对上蓝队的贝克，啊，哦，Sagan 跟贝克我就比较不知道谁比较强，但是今年。我已经把皮蒂扳倒，我连输两年了，今年我已经把皮蒂扳倒了，啊，我现在已经心满意足了，太爽了，啊，皮蒂现在是我的手下败将，啊啊，去年直接被他打爆，今年把他打爆了，啊，不开玩笑，那两位老人对决我觉得应该也是很精彩，啊，期待期待，好吧 OK， 那现在我们再准备一下，待会就来开始抽咯，啊，赶快赶快，我们的奖品呢是我们这个，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图好了啦，哦，怕有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这个比赛，这比赛真的蛮好玩的，全能接力赛，啊，那接下来梦幻队伍大对决，哦，这两位是玩我们的 NBA 2K 系列呢非常非常厉害的玩家，啊，当然沙梗跟贝克呢，啊，这场我扛，他们这个也是会非常精彩，啊，不过这个的话呢，他们明天对决是 My Team， 就是我们是不同的，因为我们今天是打 Play Now 嘛，就是冠军队伍对决，哦，他们打买 team， 然后后面还有私人组队的，所以这个又不太一样，哦，又不太一样，所以，啊，我们三天都有不同的对决可以看，哦，大家可以期待。然后我们这个重点呢，哦，我们今我你知道为什么打那么拼命，是因为这个帽子跟这个 T 恤我都很想要啊，哦，其实我之前有讲过嘛，我其实是那个塞尔提克的这个绿衣军的粉丝啊，哦，虽然说年代有点久远了，但是该支持的还是要支持一下，哦，一日绿粉，终身绿粉，好吗，哦，所以我这个比赛我是相当重视。那当然呢，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目前这个游戏呢，有两个版本哈。那这个版本呢，它的封面都是不太一样的。如果75周年版的话呢，就有三位传奇球星。那一般版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卢卡大大啦哈。OK， 那我们就准备开抽咯，准备开抽咯，各位。对啊，然后我刚才前面有那个讲，如果你有 PS5 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我们的那个无线手把啊，这个无线控制器 PS5 的控制器的这个 NBA 2K2 同捆包，这个也是很划算的，这也是相当划算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有 PS5 的话呢，也不妨可以参考看看，可以跟朋友来个双打，那也是蛮不错的。好，那来咯，抽咯抽咯，各位野蛮开抽，野蛮开送。网页跑哪里去了？等一下，跑到这边来了。野蛮开抽，抽两位哈。然后中奖的观众朋友呢，记得到时候要私讯给我你的那个收件人名称啊、邮地区号、地址跟联络电话啊、再重复一次，收件人名称、邮地区号、收件地址还有联络电话。OK， 没问题吧？好，那我们就开抽咯。好，恭喜我们的雪雕耳朵啊，这是我们第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那我这边帮你做记录啊，我直接贴个PD好了。我这边帮你做记录一下哦。好，那么接下来第二位温巨人，恭喜两位。好啦，那不要再刷啦，不要再刷啦，没了没了，抽完了抽完了啊！不要忘记哦，这个记得再私讯给我，或者是我请 PD 联络你啦，不然我请 PD 联络你好了啊，联络这两位观众朋友，然后记得要把你的收件人、邮地区号、地址跟联络电话这四个资讯要记得弄给我。OK， 好啦，那这个我想一下，我们要不要兑换那个序号啊？可是。好啦，不然我们可以兑换看看那个序号好了，买听序号弄一下啊，兑换兑起来，看能抽到啥。可是我怕你们偷窥我的序号啊，你们有人 PS5 版的吗？会不会偷窥到我的序号啊？他不要，没有，他住台湾啦，哪有不要？你在那边乱讲，他哪有不要？他不要。他说不是台湾，哭哦。好，我再，我要那等我等我等我。哦，那我再抽一份。怎么中了？三小啦。啊，你要还不要？你是要还不要？你先讲。皮皮，我订阅了一个频道83个月，抽奖都是分母，为什么会这样？你有头绪吗？我不知道命吧。大概是命吧。来来来，要还不要啦？不是大哥，你如果不回，那我就换下一个咯。他没说不要吧？他有没有来台湾？给其他人。OK OK OK， 好好好，那我就再抽咯。他要啊？啊？他说他要呢。给家人？他不住台湾嘛？那我到底是怎样？好，再抽。提拉米林哦，哎呦，提拉米林哦，提拉米林在不在？提拉米林，嗨啊，你住台湾吗？先问你住台湾吗？提拉米林，哎，说什么？我怎么中了？你怎么也那边我的中？高雄，那恭喜你，恭喜你啊！我会在那个跟你收集一下你的那个寄件的资讯啊，那你到时候再把那个寄件资讯告诉 PD 啊，那我要请 PD 联络你 ，OK 吧？好。好啦，那我们最后面我们来抽抽看啦。其实我也蛮想抽的，那我们就来抽一把。
看看能抽到啥，好吗？嗯，舒服，有哦，拆开来，同捆包，还有有点数啊，哎呀，来换一下点数吧，啊，我有刮刮乐，哎呦，那我们来抽抽看好了，不然反正都已经那个了嘛，不然我来抽好了 ，OK。聊天室，聊天室不要这样。聊天室要祝福人家，中奖就要祝福人家。你们这样子心态不好啊、哦，这样心态很差呢哦。慢呢，好，我们来抽一下，抽一下，看能抽到什么。兑换，兑换。哎，我没有十块钱，我要找个十块钱来刮一下，要把序号刮一下。没了没了，别来刷了，下次请早。怎么中了？三小聊天室，你们哦，真的是坏风气，坏风气！人家中奖就祝福人家，你们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嘛，好不好？祝福人家不好吗？好，等我一下，我先兑换一下序号。寄给我，我寄到他家去。虽然我知道你们都很想要啊，但你不要这样嘛，是不是？高雄算国外，妈的哦！我要怎么弄？啊，有了有了，好，哎，有了有了，快速启动包，这样有了吗？没了啦，没了啦。看一下啊，应该，应该有了吧？我刚才已经输入，应该是有了。不能送战舰，战舰可以啊，靠港就能送啦、啊。Team, push it! Push it! Jump into your favorite modes, and like everywhere in my team, the more wins you get, the more prizes you earn. What the fuck? For the fourth year in a row, $250,000 will be on the line again in the My Team Unlimited tournament. What the fuck? Try drafting a lineup with the latest player cards in the game and customize your My Team. 今天有没有推荐一款场上人员加班？没有，你不要这样子。今天我的锅啦，我的锅，我的错。不要这样讲，他怎么愿意加班？你这样就不太对了。It's time to get started. Choose a current star to be the foundation of your my team. Your my team. 哎呦，这么凶残的、啊！哎呦呦，舒服哦。我这样算是非洲还是算幸运？这是起始卡包吧？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哎、欸，这差不多啊。拿个 SF 好了。哦哦，这进化卡、啊、哦，赞了、哦。好、啊，我的起始卡包来了，各位，你看，不开玩笑啊，这是我刚才除了序号。哎、欸，哎、欸，金的？为什么？哦，这不是金的、啊？
合约。为什么兔子那么短？所以这还会抽到传奇球星欸，完了，我是不是飞走？靠腰，完蛋！为什么裤子那么短？我尴尬了，是这样子的吗？还有姚明欸，姚明有那么弱吗？姚明也不弱了吧？对啊，姚明也不差了吧？为什么我只有71？是现在的姚明是不是？还有教练，球场，国王队球场。然后球衣，哇靠，这个球衣，后期的姚明啊，前期姚明也不差、啊，算是还行。他巅峰时期的话还可以吧。制定徽章卡哦，所以呢，这样我算是强吗？这是起始的啦。球队名称大写，球队名称叫 OP， 城市吗？城市的话，好啦，这个啦。缩写就 OP 了啦。其实卡包这样很正常，是不是？好，等一下它里面还有，有了有了有了，看看啊，请问那我刚才出的有没有？我确认一下，应该要有，还是要重开游戏？我先重开游戏看看好了。等一下，应该没有玄学啦。好，来，别闹，拜托，给一张传奇球星，随便一个啊，随便一张，随便一张传奇球星，不用重开吗？卡包在卖场里面。不要，我不要林书豪，林书豪，林书豪现在也没在打了。当时他的成绩也还好，他就只有那几场表现算不错，但他也不算是队伍的核心吧。哎，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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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开开，有了，三个卡包。哦，哎，文章，哦 ，AI 是你，这是00的时候吧？那算是他蛮哎、欸，可是这个算是他顶峰时期的吗？00是指00是指说他的年份是出现的时候吗？还是怎样？那个00代什么代表什么意思？年份吗？还是他少年时期？应该没有了吧？85为什么只有85？我记得 AI 巅峰应该不是只有85啦，可能还要再强一些吧。AI 还不好，哎，传奇球星了你还不好，不错了吧？有一张不错的牌，投篮智商很好了吧？哎呦，矮子乔丹，谁？对啊，神级控卫，
像又是矮子乔登。我不相信，来，我们再来试试看啊！我们再来试试看，怎么可能？巨神兵必得一位巨神兵哦，所以你要还是要打比赛才有那个哎、欸，还是要打比赛才有。看一下，所以还是要打啦，那没办法啦，我们这个至少有矮，我觉得有 AI 应该就没问题了吧，有 AI 应该是都 OK 的。选秀装备，参加一场5对5的比赛可以获得到这个奖品，多人游戏，自由练习，阵容管理，可以更变阵容，正版。其实我有蛮多卡都不错的，自动补满阵容，可用最佳阵容，这样算强还是不强？好像没有什么得分手，不过我觉得 AI 可以啦 ，AI 其实得分能力也不差了，是没有什么好塔，就是对啊，看来这最多也是姚明能当塔嘛，71，好像也没有很好。我觉得这样的话，好像这几个上来还是比较好一点，至少还有一只78的 C， 然后一只控位78，然后让。AI 的当那个嘛，当得分后卫，让我觉得还行吧。这张成长卡嘛，这样可以啦，评价还不错啊。我觉得能力评价还不错。哦，还有球衣可以选。像目前只有这个，篮球也可以换。姚明速度慢哦，对，打像比较主流的战术，可能姚明就不太适合了，速度太慢了。现在连中锋都要大量跑位，不像以前，那中锋都直接跟你打篮下的，打篮下那种就没差嘛，对不对？就是那种都跟你硬干，那时候就很嗨啊。交易卡片，哦，可以换卡片，收集徽章可以换卡片。卡片进化，哇！这游戏这样子的话，其实蛮多收集要素可以玩的，对不对？体力有、哦、体力不知道啊，体力是不清楚。好了，先这样吧。啊，我们今天先开。